这是一款粘手洗超音波洗碗器，究竟有没有这么神奇？我们来测试看看。那回来继续。打开。有了这个就真的不用洗碗了吗？插电。哦，好熟悉的商品哦。震动也太强了吧。这是。是刚吃完的。都是酱油跟油。手搓吗？妈妈的手有福音了吗？跟蟾蜍在吐泡泡一样，电源拔起来。都没有机器的，都是油的啊，看起来就都还是油啊。好，对，嗯，下一个有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哦。另外一个你拿起来，这个比较油，这個、比较油一点点。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是辅助的，先泡着了，之后还是要刷。要刷我买它干嘛？